好 ，OK， 那我们其实可以刚刚看，可以看到有些地方比较没有服帖啊。这边我刚刚处理过了，这里跟这里，哦，就是用热风枪这样吹，这里也是，这里也没有完全贴下去，我们就这样吹一吹，把它稍微软化一下。这样都弄得还不错了，嗯，好 ，OK， 就是你们在贴纸啊，贴一贴，有一些气泡啊，然后没有服贴的部分，就可以用热风枪吹一吹软化，在手指头往下压一下，补一下，这样就可以贴得很漂亮了。